问题来，第一个问题，嗯，假如老天现在要收回你的身高，你希望他能给你什么？给我特异功能呀，瞬间移动，没事飞到英国喂个鸽子啥的，省着坐飞机什么的。下一个问题，平时健身有什么小诀窍吗？没什么诀窍，就是需要你露身材的那前几天吧，就是晚上要控制，别喝水什么的，多动呗。大家夏天了，有机会多游泳。那你能展示一下你的成果吗？来。你们去看我演的电视剧，你们就看到了。怎么评价这次和你演这种戏的谭松韵？天作之合呀，我们俩特别合得来，笑点也特别一致，都是双子座，爱吃的那些口味也特别像，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听说吻戏多到你们两个都变默契了。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熟嘛，然后我还特别的尊重女演员嘛，我用一些什么漱口水啊，口气清新的喷剂啊，吃个糖什么的，然后到还最后一场吻戏的时候，那天我们俩吃了鸭脖、榴莲糖、榴莲，是他逼着我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榴莲。吃过之后那场吻戏还没有马上吻，我们两个要很近距离的说大概一分钟的话吧，那一分钟我真的是一直在憋着，整个那方圆三米都是榴莲和那个鸭脖的味儿，然后还要演得特别甜蜜，最后吻下去我真的要哭了。除了